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克兰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诸神战役组队战斗 RPG。好，旭哥接下来分享这游戏啊，最强的隐藏版神角啊，包含各种神明啊、英雄啊，都可以免费入手。讲这游戏最多礼包嘛，隐藏版需要详细拿法。最多礼包嘛，最强的攻略、最爽的福利，还有这个最爽的转蛋，直接抽给大家看，超爽。还有各种每天啊登录都可以拿到一堆福利啊，开局就可以每天登录拿一堆福利，然后还有很多活动，这个、啊、超多转蛋的，好几百抽啊，然后很多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游戏 ，Let's go。好，还没进入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那开局呢，可以直接跳过我们的教学啊，可以省很多时间，直接来开刷、开打。哦，兔女郎小妹妹，蛮可爱的，不需要教学比较好啊。省很多时间。来刷关卡。来开战了。这画面其实还做得不错啊。看起来是蛮精美的。哎。出了什么石头？来，再刷手抽。哇，波塞顿，海神波塞顿，也蛮帅。它有一个全体的 AOE 输出，造成600%伤害。海神的海啸，而且对我方还会有一个护盾啊。神奇降临，可以直接搭配英雄使用。游戏的美工做的还不错啦，现在手游都算很竞争了，可以开两倍速，然后开 auto， 画面看起来还不错。哇，那只怎么特别大只啊？巨人是不是？可以放大招，海神的这个大招。好，轻松推关成功。波塞顿通关之后还可以拿到角色，还不错。那这个一样是无限放置。我话说，虽然没有教学，但是他也是要玩一些固定的关卡，那也算是教学啊。你要来放大招了，好，放大招，海神，哦，这个很强哎，他的大招好用，他会形成一个护盾，然后有这个全体的输出，这个清怪非常方便。哇，其实不错玩哎，蛮意外的，质感还不错。来，冲冲冲！圣骑士，这个有点像塔防，就是说，哎，你要能量集到一定程度才可以放大招，不是叫角色这样。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叫角色啊！靠，太早放。来，轻松 KO。找到一个新角色了，来，妹子，史诗英雄，力量全套，哎呦，这个欧派有够大，赞！这游戏的欧派看起来都蛮大的，
等下会有一个更好用的英雄，替换掉一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欧派妹妹战力怎么样。欧派拳击斗士，来放大招下去吸。哇，有甘道夫啊！甘道夫被打趴了吼。三颗星，还有这个高级装备哦。这一场打完之后呢，有哇，很赞，有一个新妹子，来把它刷起来。哇，开局直接打完就可以拿到，蛮赞的。那一只看起来是金色的。通常都是绿色、蓝色，然后再来是紫色，最后就金色以上。好，开刷，这个蛮快就可以打赢这个。这个 boss 蛮弱的，这招海神之怒这招还蛮好用的。来，要拿到妹子了，有手通，有这个妹子，伊登，哇，神话角哎。哦，拿到一个神话角，哇，会不会太爽？来，各位观众，神话角入手啦！好，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、最全、最多组的礼包码，还有隐藏版序号的详细拿法。那我们呢，首先点画面左下角的选单，选单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左下方有一个公告嘛。公告点进来之后呢，在画面的左手边有一个活动，活动点进来之后呢，在画面的上方就有这个礼包码，这个 coupon code 可以去输入我们的礼包码，点进来就可以去输入礼包码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输入这个大写的 ALL， 然后 FOR， 然后 YOU。ALLFORYOU， 接下来按确认，它就显示优惠券已使用完毕，就表示我们兑换成功了，礼包码就在这边兑换。那接下来在画面左下角的信件就可以去领取奖励了，有没有 ？Coupon gift 就是礼包码的奖励，爽啊 ！Coupon gift 礼包码奖励领起来。那接下来还有这个奖励。好，那开局呢就可以拿到各种隐藏版的神角啊，爽啊！先来抽一下免费抽，我刚刚那妹子怎么那么香啊？哥布林啊，好，来个十连抽，哇，香啊！人类很多这种。三星哦，这个。巨乳战堕天使，再来个十连，我们来拼一下。哦，来哦，女祭司稀有的哦，爽哦！女祭司有女祭司就是战啊，有来巨型机器人，帅帅啊！爽爽爽！还可以召唤这个神奇，一样是可以免费。有没有？再来个十连。那开局呢？加上每天登录啊，就可以拿到好几百抽啊，超爽！哇，爽啊！神话角啊，免费入手了，维达巨人，哇，超爽！
好，那最爽的攻略、最爽的转蛋，还有最多礼包嘛？隐藏版的序号加上这个手抽啊，开局就可以拿到好几百抽了。分享给大家这个最爽的攻略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看旭哥的手的攻略。我们下一集攻略见。